羊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七节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。即是我们人的荣耀啊，人的寿数啊，美貌啊，神看为一个杂草来的。只不过简单来说，我一信主我就已经信神话最宝贵的东西，所以我 keep 到现在，磨练到现在，争取到现在。但很多人都这个价值观呢，都从来没有从神到拿到。他们一入信仰到呢，就仍然以自己的价值观行完这条信仰，所以到最后都跌到。咁所以变咗，我哋今就用咁去理解五旬即事，用咁理解点解五旬即事有咁嘅标准，有咁嘅要求，但系问题亦系要面对呢啲嘅缺乏，但系神帮佢制造嘅缺乏，明明佢可能得一蚊，但系个需要系一百蚊，咁样系咪？即系话记住个需要嘅一百蚊系神做出嚟，明明你得一蚊，神可以做个需要系得一毫子嘅啫嘛，哇！但系如果系你有一蚊。个需要一毫子，你点做到寡妇嘅两个小钱呢一种嘅性格，呢种被主耶稣赞扬嘅信仰呢？冇可能噶嘛，系咪？其实讲到最尾咧，咁就解释到神点解将人生制造到咁坎坷、咁缺乏？点解拉撒路要系乞衣，而佢系乞衣，佢嘅信仰又好过个财主？就系、是、原来成个过程当中，我哋约伯又点解会经历呢啲苦难？因为在我哋眼中，梗系约伯嘅财富啊、骆驼啊、羊啊最重要啦。在神眼中，仲有一样嘢重要过嗰啲嘢。但系嗰样就系、其实圣经未停过讲神嘅呢一种嘅价值观啊。但呢种价值观有啲人系天生有嘅，天生有冇圣经教过佢有嘅，就系、大卫咯，佢天生有嘅，冇圣经教过，佢系个咁嘅人嚟，佢系咁样分善恶噶啦。但有啲人呢係天生冇，我天生冇，我天生係我都讲㗎，我好贪财，我好贪钱，我好懒，我极之唔自律嘅，同埋我讲嘢成日讲大话嘅，我好怕压力嘅。哇，你諗下，即係呢个好天生㗎喎，即使係如果你叫我用我天生去做大卫嗰、那个呢，我死梗一定，我唔使諗呀，直成绝对你唔好话会中都做唔到呀，或者奔跑都做唔到。但係因为有新药，我信主嗰日，我就决定全部变晒，所以我都唔介意话俾你听，即系成日我讲见证都，我以前系一个咁人嚟嘅，啊，即系我偷钱偷到我信主之前嗰几个礼拜偷紧，吓，但我真系信主嗰日就一毫子冇得，我宁愿饿死，我唔好话唔偷啊，我甚至乞我都唔会，要求人都唔会，将我缺乏讲俾人听都唔会，系因为我喺圣经里面睇见，原来信心系包含呢啲啊嘛。系咪？咁所以变咗，就有啲人仍然 hold 住呢个性格，话信主喎，即系换汤不换药，里面仍然系咁嘅性格，咁玩落去，咁咪梗系死梗啦，系咪？所以有啲人就自以为自己好好，但系信咗主都唔会信得好，好多时都系有呢个问题，就是、因为唔将自己嘅性格交换嘛。但我讲真，我信主前好衰，衰得好紧要，好差嘅，我自己都唔会帮自己吓。咁但我信主嗰日，我特登刻意换，因为我任何一个坏人咧都知道好人系嘅标准系咩嘅。有时你的良心一定知道嘛，但我那天真的一次过换晒，就不是说叮叮咁多多，是全部换晒。有时一路信了主之后，用很多经文去印证翻，即是好像我不会喜欢人哋赞，不喜欢虚荣，不喜欢这些自夸，这些即是我之前不是的嘛。但问题当我信主我知道不爱得这些的时候，再在圣经看见，那我就啱晒，即是就照做。所以这个就是其实就是神设计的所有侍奉，甚至就算第日被提最宝贵的都是现在来这个的成功里面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丢掉这个性格。所以变成我们回到来都是教所有这些人都是强调这个性格，只不过我们就会不断证明那个真实，同埋我们所做的就是给多次机会他，给多少少的人生他，他锻炼这个性格。如果他有绝症，我们医好他，等他能够有这几年真正的因为信仰的真实的伟大，他们洗心革面。其实我们做这件事是洗心革面，不是说其他这些东西，而等他们知道我们得到今天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因为我们的性格，因为我们不贪这些东西，还有我们的价值观与他们不同，而他们采纳了我们的价值观，活了这几年就变成了这个宾客。因为我们看见宾客很多都送不到宾客，因为就是价值观而已，是不是？即是婚宴他不去，他走去田地牛娶老婆，什么都齐，
系咪个价值观啊嘛？系咪咁？所以变咗我哋做嘅，我哋当然啦，在好多报道家谂就系医佢病啊，咁解决佢哋嘅需要啦。但唔系，我哋知道佢嚟，佢有呢个需要咧。而家因为我哋咁睇嘛，佢个需要系神做噶嘛，系咪？系咪神加俾佢啊？主耶稣话佢点解盲？佢盲为咗神嘅荣耀。嗱，我哋你通咗呢样嘢咧，佢出世都盲嘅，你都医得到，因为使到佢接触你，然后攞到你嘅价值观，明唔明啊？你当你理解咗我讲嘅游戏规则咧。这个为什么瘸腿，那个为什么盲，这个为什么甩头甩计，明白吗？第日大复兴的时候他来呢，其实是为了他接触你的。他的需要是神使到他接触你。所以你未必是给到他富裕到反转，可能是解决了他当前的问题。但你绝对有把握的。因为那个就是个 game 来。他的需要是为了你锦上添花去装饰景致。但亦为了你将你的美丽 share 给他。唔会俾到足够到嗰个阶段咧，佢走出去穷奢极侈，佢走出去花天酒地，唔会去到咁嘅阶段吓，系紧紧解决佢嘅需要，而亦导致紧紧解决嘅需要，佢仲要坚持佢嘅信仰，咁就最好啦，明啊？咁呢个就系将来会大复兴嘅时候，其实真正系为咗呢样嘢。但系你谂下，将呢样嘢摆喺出边嘅教会，你讲咗佢都唔会识得明，因为佢都唔系有咁嘅教导。第二，佢明咗佢都唔会做，因为佢根本唔系咁嘅人。个个都勾心斗角，个个都根本系从世界妥协，即系好多基督徒仲衰过世界嗰啲善人吓。咁、但系如果我哋咁理解嘅话，我哋就会完成最尾大祭司嘅装饰咯吓。咁样《约翰福音》第十章第二十七节：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。诚心唱歌。情奉真心真意献求告，渴望明白神力在计划里征傲，心中确知神愿将千古奥秘大事预告，在结中世代里千载历数，朝憧憬牵引我达到。来到圣所献尘祷告，寻求上帝永恒引导，朝着圣所走进万子里，心中战惊义报。来到圣所我诚意求告，期望奉献生命作回报，持续至终紧贴主脚，中道绝奇路。心中苦望。